球看起来是没有进，形成了四外球保送。那现在同步搭档的是李武勇庆跟高宇杰。哎，跑了，这个球传过去到二垒这边，哎 ，safe， 哦，够快。对，球有掉出来吗？看起来是没有，哦，看起来球是没有掉出来。现在二垒上有跑者，这个球出棒打成了在三游，直接穿越内战的。跑者被挡下来，这个球是打得比较浅。哇，今天八九两棒，可以说六七八九是四棒，然后八九两棒更是更凶猛，更凶猛。对投手的消耗也好，然后整个上垒率哦，两个人六次的上垒是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一垒方向，哎，哦，传一垒这边 safe。嗯，这个跑垒跟昨天刘基宏当然也这个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，打的位置也不同了。对。那曾松恩的接球中呢是先往二垒传，这边封杀，那再往一垒这边呢，一垒是没有抓到，所以李凯威没有被双杀，然后张振宇回来得分，有一个打点。曾松恩这球就是自己反应很快哦，传球够准确以外，也蛮早就把要过来补位的投手给喊开哦，由他自己再回来踩踏垒包。那真的就是因为打者是李凯威，快了一拍，是左打者，对。对，所以最后接球的其实还是处理球的。没错，没错，这个在常在做投手内野手的配合的时候，会做这样内容的演练。